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就算这邀请函 I love you 但是我第一不爱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安慰我第一不爱跟着我只要摆跟着我只要上台跟着我只要摆照样可以摆到淡水渔人码头，下午就开唱了，早点过来跟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一起来敢梦敢追寻，这就是我。刚有讲到就是少年时期的偶像跟歌曲，自己现在有想到哪一些是可能以前爱情啊，年轻时候的那个自己心。我小时候就是爱孙燕姿啊，真的啊，你问我哥哥。跟他讲，但是是真的，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我就买，然后我开始看他 MV， 我怎么看他里面男主角都不顺眼，真的，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怪怪的这样。那之后要不要找他合作？我认识他，要合作对，现在心情怎么样？认识他我们合作过啊，就是在多，有跟他要电话吗？还是什么之类的？没有，不敢。当他 MV 男主角还会想。好，不然找他当 MV 女主角。好，因为他现在很忙嘛，对吧？他嫁人。但退而求其次，我当你的主角。我当你的女主角。头发可以，头发蛮长。可以了，你也可以甩了。对啊，我还是很爱他的，还是很爱。那你以前为他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疯狂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好像办了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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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什么，然后我没有去这样。我但是我想去，就是好像我忘记是不知道是在橱窗里面还是怎么样，是什么有这件事情吗？我有点模糊的，但是他是就是跟那个观众的一个互动，然后你好像可以，我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我想去，但是我又没有那个冲动，对。最疯狂，还不够爱他，不是，不是这样子，是爱他，保护他。那他结婚的时候，你有哭吗？没有哎。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睡过了，心碎的碎。对，然后就是因为他 MV 男主角的关系，我就心碎。然后我记得有一首歌是什么？有一首歌是什么？然后超快感，竟然泡在温泉里面，我就受不了了。最后一题喽。所以喜欢的女生是孙燕姿这种类型的。我以前很喜欢。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菜了。现在也很喜欢。不要这样子讲话。怎么可以用一道菜来形容一个女人？